现在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吴委员致扬。台大论文造假的风波持续燃烧，而且多所的大学卷入风暴。教育部为了亡羊补牢，特别请了美国学术伦理办公室的前主管来台湾上课。教育部为此还特别发文给每一所大学，并点名校长等级的高层要来上课。我想教育部做这个事情是想要补破网，补我们台湾学术伦理的破网。但是单纯的找大学的校长来上课，真的有用吗？这个力量花的对不对呢？大家有非常多的质疑。这一次来的美国学术伦理办公室 ORI 的前主管，昨天已经在台北、台南两地来办了一个工作坊，希望介绍 ORI 的运作机制、国外学术伦理怎么做，以及执行时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进行说明。来提升国内学术伦理的意识。但是我们认为学术伦理的重建，除了为校长教育上课以外，最重要的要从根本的问题来着手来解决。比如说教育部各种关于顶尖大学、典范科大、教学卓越大学等等，它要求的条件都是大量的论文的产出。既然你有要求这种KPI， 那当然会对所有的老师引起他们投机取巧的一 个诱因。另外教育部、科技部也应该要审视论文所谓共同挂名这样子的风气。现在有很多的学者为了要冲这个论文的数量，就随便乱挂名，这样子对学术研究的环境以及学术成果的产生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当然合理的在论文上共同署名是可以被认可的，但是如果空挂名来获取学术地位，这样子不但对学术没有贡献，而且有可能会出现有些研究单位或老师出让这个署名权来获取资源。换句话说，难道学术界也搞冠名权这回事吗？现在很多国际的杂志都要求在论文上署名的时候要顺便要注明每一位作者的实际贡献，我觉得这个对一定程度对这种空挂名的这个乱象是有所拘束的。一旦论文出现问题，每个人都必须被追究他作者的一个责任，绝对不能说让挂名的人一句话说，哎，我只是挂名，我不知道，这样子就可以轻松免责了。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为什么要挂名呢？严格的就责制度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建立，这个是对乱挂名的人一种威慑。我们也要改变重量不重质的考核标准，减少署名的乱象。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博。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大家好。美国大亨川普在美国主流媒体看衰的情况之下当选美国总统。川普是生意人，选举的主轴以美国的利益为主要考量，也获得国人的肯定跟支持。川普当选之后，仍不失生意人的本色，和我们的总统通话了12分钟。川普接了这通电话，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估这通电话有利于美国，但对于一些恐共症的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一本在选前批评川普激进、体无完肤的口吻，重批川普又换了一个权威中国的这个状况，并且无理的以强盗来批评打电话的蔡总统。对于
川普友好台湾的动作，全球重要媒体都以头版新闻刊载，让全世界注意到台湾。美国《时代》杂志选出2016的时代风云人物，理由是川普获胜代表对根深蒂固、傲慢自大治理阶层一向迟来的指责，但傲慢自大的《纽约时报》却挖出了台湾花费每年20000元的公关游说费用给杜尔的游说公司。在民主时代，付公关费用进行游说是公开的常态。以2013年为例，台湾花费了164万美元进行游说，全球排名16。经费来源只要出自于驻美的代表处。游说的公关费用，一如报纸的广告费，《纽约时报》大收广告费，却批评台湾的公关游说。何况台湾付出的游说费用比阳明海运的公关费还少，世界排名也不是在前面。我想，媒体各有他言论的立场，对于美国主流媒体一味的示好中国、抹煞台湾存在的报道，我们不好批评。但我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某些媒体却故意要扭曲台湾要走出去的努力成果，喜欢报道负面消息。好事政府花钱让才让川普接获蔡总统的电话，让世界看见台湾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川普最近向中国做不让步，美国也不一定要让。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昨天晚上，我特别在林前的脸书上，连续看了一段时间，在他最后那一段，我看到他写说，未来三场的公听会，他希望建立有效的沟通模式，呈现客观的事实，厘清关键的争点。可是到最后，他并没有讲说他不会让核实进来台湾。今天早上，我又看到联合报的第一版新闻，他讲到行政院暂缓核实进口。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告诉大家，它只是暂缓核实的进口，而并不是停止核实的进口。我想感谢老天爷，看到我们在十场黑箱公听会，当时行政院诬赖甚至于嫁祸，说有在公听会上黑影幢幢，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黑影的真实记录告诉我们的民众。同时，我要感谢老天爷，我们有这么多几万个人民在寒冷的冬天走上街头，不断地去联署。我们就是要告诉蔡政府说，我们从谢长廷在他的脸书要我们去吃核食，再从冲之鸟礁不见了，我们看到我们蔡政府不断地对日本低头，只有一个目的。甚至于假借台日渔业协定，假借台日经贸协定，就是要让核实借尸还魂到台湾来。但是也真的感谢老天爷，我们在这段时间看到许多，不管是纳豆，不管是麦片，甚至于番茄酱的酱包等等，都是在政府没有开放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已经进来了。甚至于孩子的奶粉也进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想我们还是坚定的，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绝对不允许日本跟我们蔡政府做黑箱的作业，让核食进来台湾。
所以我昨天当我看到林前贴脸书出来的时候，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一起到林前的脸书以及蔡英文总统的脸书上留言，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救，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绝对反对，坚定的反对核灾食品进来台湾，我们反对他们用暂缓之计让我们的联署停下来。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的联署继续下去，让蔡政府看到人民的力量。谢谢黄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昨天在立法院，有讨论到我跟我们原住民权益非常重要的相关的法案。首先是在我们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昨天在讨论发展观光条例的时候，第38条，这个我们民进党的叶宜津委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构想，就是因为我们的交通部主管的观光的景点、风景特定区，还有自然人文生态区，他提出来应该要着收观光保育费，含这个环境维护费。那本席呢，也上去提出来了，就是针对我们原住民族地区，我们也要收费，就是我们游客有破坏我们原住民地区的这样一个自然生态，乱丢垃圾这一方面的话呢。我在这边也提案，就是有牵涉到原住民族地区的话，也应该要比照刚才叶宜津委员他所提出来的，要着收观光保育费跟环境维护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原住民地区，包括司马库斯、庐山温泉、镇西堡、甚至于我们台东延平乡的红叶温泉，过去我们原住民地区都没有收费的。所以我是呼应了我们叶委员提出了一个修正动议，昨天在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呢，也通过了，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一个修正案能够三读通过，让我们原住民地区有这么多的观光旅客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着收这个观光保育费跟这个环境维护费。那第二个跟我们原住民权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在审查电业法的时候，本席跟廖国栋委员提出来了，蓝屿的核废料应该要在2021年，也就是民国110年的时候，核废料要全数迁出蓝屿。因为我们今年3月份，这个应该是台电公司要提出一个蓝屿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设置条例，可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下文。所以原子能委员会在今年7月的时候，对于台电裁处了1000万元。那目前是台电不服裁罚，那提出诉愿。所以本席跟廖国栋委员认为，我们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场设置条例要求台电应该在某一个时程之内找出这样的一个场址，处置场址，可是对台电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两位呢在电业法的修正案第94条提出来了，非核家园应该于2025年前，核电应该要全部停止运转，那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蓝屿的核废料应该要在2021年呢，全部撤出这个蓝屿。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高金委员素梅。主席，在场的同仁们，媒体报道民进党中常会讨论日本核灾食品进口，对民间的反核食运动，民进党如临大敌。曾几何时，以多数选票拿下政权的民进党，现在是70%的人民如大敌，这真是人民主的悲哀啊！
最近我们从总统府、行政院、民进党中常会，我们再看到电视上的绿营名嘴口径一致地说，从未规划开放核辐射食品进口，即将要开的三场公听会是讨论非福岛食品进口，大家要小心了，聪明机灵的民进党政府又要诈骗人民了。日本311核灾区好像只有福岛县，非福岛食品好像就是非辐射食品。大家还记得民进党的核心理念非核家园吗？民进党的非核家园告诉我们，台湾任何一个核电厂只要发生灾变，全台湾都沦为核辐射灾区。现在民进党政府为了要替日本推销核灾的食品，竟然用各种的话术暗示只有福岛县是核灾区，这是标准的以诈术来欺骗人民。相较于非核家园的高标准，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311核灾区的定义是何其的宽松啊，这真的是令人无法理解。黑箱交易这样子的真相，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我们看到近日连连速报的日本核灾食品，其实已经在我们的市面上贩售了。这已经证明什么呢？边境管制、逐批检验的只是我们政府的口号，我们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昨天行政院长他也宣布暂缓核食进口，我认为这是对三产公听会的反动员措施，他想要松懈人民的表达意志。这三产公听会草草结束，然后呢再低调的进口开放核食进口。三产公听会即将召开，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公听会的资讯，我的脸书也会及时公布公听会的资讯。我们让七成的民意跟民进党政府对决，我们也要让民进党政府永远放弃进口日本核灾的食品。最后我要说的是，拒绝日本核食，我们一起来支持我们最辛苦的台湾农民，大家加油。谢谢高金委员。下一位请曾委员鸣钟。主席，各位委员，今天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为打破低薪尽己之力。台湾长期低薪已经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打破低薪带动调薪的良性循环，本席在月前公布上市公司员工的福利排序情形，申办员工、企业、政府一起来努力打破低薪的恶性循环。依照主计总处的统计，全国受雇者882万里边，其中有68%月薪不到40000块，38%的受雇者薪资甚至于低于30000。整体薪资连续倒退16年，显示实质购买力严重倒退。长期恶劣的低薪困境已经引发年轻朋友的出走，高达62%的年轻朋友愿意出国工作，其中89%是认为台湾的低薪太低了，起薪太低了，明显表达对台湾低薪的不满跟无力感。鉴于台湾低薪情况非常普遍，所以本席借由公布上市公司平均的福利水准，希望能够鼓励企业加薪、留住人才、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员工是企业最重要策略性资产，有优秀的员工，企业才能永续经营。所以本席利用股市观测站的资料计算上市公司平均的福利费用，前排名排名公布，前排名的前50名，前上市的部分依序为宏准、和来汽车、联发科、鸿海、大哥大、大连大等。上柜的前10名依序是浩鼎、崇业电、群联、原相等。上市上柜公司平均福利高薪的企业中，人数最多的是台积电，超过40000人，
其实是中华电信超过20,000人，中钢超过10,000人。这三家企业不仅长久以来对台湾的经济做出卓越的贡献，也照顾许多的员工跟家庭，可以说是台湾善尽企业责任最佳的表率。低薪以严重为威胁每个人的生活，成为台湾不稳定的重大因素，同时严重影响台湾未来永续经营。希望政府短期内可规划直接提高薪资、基本工资，另外强化企业责任，次属企业将盈余更多分配给员工。另外，政府也必须调整教育政策及产业政策，协助产业升级转型，并善用财政及货币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期盼政府、企业及劳工共同为打破低薪禁止之力，带动加薪的良性循环，建立一个稳健、和谐、共享的美好社会。谢谢。谢谢曾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禅。院长，各位同仁早。降低青少年上瘾机会，从重视加味烟的问题。这阵子我们新闻上看到，毒品现在外形一直在改变，容易诱惑年轻孩子去尝试。最近本席也有听过一种叫做加味烟的香烟，本席很担心这类型新兴的香烟是否已经逐渐开始进入了校园呢？烟商可能会在香烟里面加入了香草、草莓、巧克力等的口味，所有的香烟抽起来不会臭臭的，反而觉得香香的，而且孩子抽了一口之后不会呛到，呛到的机会也降低了，无形中就会让孩子一口接着一口，最后可能会让孩子很快速的去上瘾。最近来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其实香烟开始在烟商开始在香烟大改造，去把烟品大改造，就是把它加入了所谓的支气管扩张，使得尼古丁快速的让吸烟者吸进他的脑袋、脑部跟他的肺部，或是加入某一些化学物质，包括说加速上瘾的作用。这半世纪以来，烟品可能是说越来越毒，本席认为相当的严重。烟商透过技术加入了香、花香、果香、巧克力、草莓、薄荷等口味，降低年轻人的戒心，让青少年更容易上瘾。国外已经有研究显示，吸食加味烟，青少年上瘾的时间会每一年缩短，或者半年就会上瘾，还是几个月。其实欧盟已经开始立法，今年起全面禁止贩售加味烟。美国也早在2009年立法禁止加味烟的制作或贩售，这是一个国际的趋势。本席认为，我国是否要禁止这样子的加味烟在台湾？我觉得说要透过立法进行讨论，但是目标一定要与国际一致。就是要努力的降低青少年去接触到这种烟品的机会，也要努力让青少年上瘾的机会降低。其实这是我国的政府必须要扛起来的责任，为青少年跟全国的健康把关，透过多元的管道，让社会大众一起来了解这个资讯，并且倡导健康生活习惯，呼吁政府一定要重视，扛起这个责任。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罗委员明才。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危险核灾食品啊，已经悄然入台啊。在之前，政府信誓旦旦的讲，核灾的食品啊，绝对100%不会到台湾来。但是大家看得到，12月11号，食药署接获民众的检举，吉野家他这个调理包啊，
居然都是日本核灾区茨城县制造。那最重要的，进入稽查以后，发现它标示的制造地是神奈川，但是里面酱油包是福岛周边的茨城县所制造。另外，国民党党团在十二日以在大卖场买到的番茄锅调理包为例，这个调理包就是福岛制造所产生的这个食品啊。那事实上，民众对于日本食品的标示早已产生疑虑，政府应该跟消费者站在一起，要求业者在中文标示中明确标示产地为何，不该让民众还得自己去查日本代码，这不是现代政府应有的作为。我想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思维啊，不能以牺牲国人的健康啊来作为跟日本政府啊奉承啊逢迎拍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坚决反对核灾食品进入台湾，虽然现在已经悄然的进入台湾了，那很多民众在说还好有在野党有国民党，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的国会100%全部都是执政党，都是一言堂，那国人的健康怎么办？我们未来的小孩的健康怎么办？所以国民党说现在我们推动的公投联署禁止核灾食品入台啊，现在还是要继续办，也是因为有之前啊全省各地不断的号召联署，所以现在政府在怕了啊。所以林权院长他说暂缓核灾食品进口，那暂缓的意思是什么啊？明天后天会不会突然又解除暂缓又开始通过？对于健康的问题不可以打折，核灾食品绝对不可以入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政府尚未解禁，日本核灾食品却已偷渡登台，这些漏洞证明啊，政府是谢谢罗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党产会不当行政，藐视司法。日前，党产会冻结国民党的资产，永丰银的账户不得提领。台本支票不得兑现，国民党申请停止执行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党产会的处分违法，并且裁定停止执行国民党的资产，党产会却立即发布新的行政处分。党产会为了斗争国民党，无所不用其极，在认定中投新育台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并且规划将其收归国有之后，最近又把魔爪伸向了中影、中广、中视等公司。然而，中影、中广、中视等公司早就历经特侦组等检调机关的侦查，并且已不起诉处分结果结案。党产会完全无视司法机关作出的处分，可以说是超越了司法的行政黑机关。行政机关首重行政中立，但是党产会查案政治色彩鲜明，国民党所提出的证据以及说辞一律不采纳，与国民党有关的团体尽管脱离已久，也要追查到天涯海角。党产会早在立法之初，本席以及其他同仁早就极力阻挡，因为我们在当时就已经预见了现在违法乱纪的未来，所以才提出护宪不复产的口号。如今事实也证明如此，党产会无视五权分立、践踏中华民国宪法的理念，
将国家带向极权，像是明朝东厂一样，玩法弄权，铲除异己。五权分立是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它的目的就是要排除不当而侵害人民集权统治。但是党产会近期的作为，完完全全以行政权的角度，完全剥夺司法的调查权以及审判的最终决定权。未来人民和政府机关之间若有法律争议，政府如果依照党产会的做法如法炮制，资源和地位都不及政府机关的民众，只会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本席在此呼吁其他的在野党，不要姑息养奸，成为一丘之貉。引用马丁·尼莫拉牧师的话：“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当纳粹党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今天，民进党用违法违宪的方式清算目前最大的在野党，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谢谢张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移民。主席还有各位同仁，今天本席要讲的国事论坛是教育部应壮士断腕，挽救台大学术的声誉，士大夫之耻视为国耻。前教育部长蒋伟宁因为论文造假、审查造假的事件迅速辞职下台负责，而台湾大学的杨半慈校长背负了论文造假的嫌疑，影响台湾整体的国际生医科学研究的诚信，却仍只是诉诸于论文的刊物，不愿真正的面对问题。本席要求教育部和科技部审查论文造假事宜，应该要仿效美国联邦的做法，追回造假论文所有公部门的研究经费，做最严格的惩处。而中研院也应该自清，为三位有造假嫌疑的中研院的院士负起责任，以维护院士最高的荣衔。但是很可惜的是，教育部之前跟科技部邀请了美国 ORI， 也就是学术伦理办公室的主任来台，在台北跟台南各举行一场国际伦理工作坊。但莫名其妙的是，台大的杨半慈校长本人他不辞职也不参加，面对最该出席最但是却缺席的杨校长而言，教育部没有任何的办法。而中研院也说，院士是一个不领薪水的荣誉，不是职务，对杨半慈完全没有约束力。台大的主秘甚至对外表示，将校长杨半慈停职或停权没有任何的意义。本席想问，对掌管台湾学术顶点的这些长官们，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还是只会官官相护逃避责任？本席要求全国教授，而本席认为目前教育部的做法要求全国的校长要连坐来上这个伦理的课，其实等于是惩罚这些没有犯错的校长。教育部应该痛定思痛，比照科技部组成伦理委员会，陈良基次长更应该注意他的利益回避的部分，不要介入此事，因为他之前是台大的副校长，而且在调查期间应该将杨半慈校长停职停权，派出代理校长处理校务，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处理，挽救台湾的声誉。最后，如果杨半慈校长心里还自认是一个台大人，本席在此呼吁，为了下一代，请善尽科学家的道德与教育的责任，主动请辞，留给台大这个学术堡垒最后的一丝尊严。谢谢。谢谢陈委员。报告院会，登记国事论坛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休息。
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54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因程序委员会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送院会处理，现有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依本院议事程序，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截止收案。我们先进行报告事项增列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之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5次院会建议增列报告事项共7案，如下附表详书面资料，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拟请增列下表所列7案，详书面资料，其余依原议程草案所列，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现在我们依下列顺序来处理，第一个是国民党党团，第二个民进党党团之提议，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有异议？好，没有，我们就照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照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接着我们处理增列讨论事项部分，我们依下列顺序来处理：一、亲民党党团；二、时代力量党团；三、国民党党团；四、民进党党团。之提议依顺序处理。现在我们来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亲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1案提案内容，请宣读。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如下：亲民党党团鉴于国内发生食安、松水油及美牛美猪事件后，就一直关心民众食的安全，因此对于这一次扩大开放核灾食品，要求卫福部及农委会应先公开全部风险沟通会议资料与会议记录及公开风险评估报告。因为以食药署11月11日发出的公文第3点为例，行政部门就自己自曝，今年7到9月有跟民间团体沟通，但是根据主妇联盟的脸书，在11月14日晚上表示，今年7月本会曾提供问题与日本民间团体名单与卫福部，但政府没有采纳，所以可以合理怀疑卫福部农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完整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因此台日应由双方官方与公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对于水产品、食品、食品加工品等的产制程检验程序相关事项提出完整调查，并提出风险评估报告。而对于11月12日到11月14日连3天水产公听会正当性提出质疑，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部门应以民众的食品安全为优先，依据前述台日官方及公益民间团体所做成的风险及
调查及风险评估报告，邀请利害关系人及反对的民间团体重新召开公听会，核灾食品开放与否，应先做好所有的风险沟通、风险评估、安全控管及边境措施，在确保不会牺牲下一代的健康，并形成全民共识的前提下，再来讨论开放与否。宣读完毕。现在我们来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亲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两案，请问各位党团有没有收到每一个党团所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的部分的提案？都有拿到啊，所以各位党团啊。没有拿到的话，请议事人员赶快补发给四个党团的干部啊。那么，针对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之提议内容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那么，现在我们请分发表决卡。并按铃七分钟，按铃开始。
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接到表决卡？哎，刘建国委员。那还有谁没有接到表决卡？好，都收到了，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处理。现在针对亲民党党团的提议，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35人，反对5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继续处理亲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提出异议，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如下。亲民党党团有鉴于民众对于日本福岛五县市核灾食品解禁书台有高度疑虑，而在今年11月22日由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所举办风险沟通座谈会上，许多民间团体不愿为政府解禁政策背书及反对开放，但执政党不仅否决在野党主张举办听证会、重开10场公听会等各项提案，而11月29日举办的台日经贸会议，政府保证何时解禁、渔权等不会列入议题，犹言在耳。但日方却在会议致辞时开宗明义表示，感受台对日食品进口的努力，再度引发民众哗然与恐慌。为避免政府罔顾民意，在没有完整的风险沟通及风险评估之前，不得进行解禁，牺牲国人及下一代的健康。亲民党党团特提案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应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17条之规定，率同相关部会及台日经贸谈判小组成员赴本院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亲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那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亲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表决结果，出席91人，赞成35人，反对5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亲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接着我们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共有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案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时代力量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吴委员施摇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91人，赞成5人，反对85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好，林委员德虎之对刚才的表决啊，与国民党党团一致，请纳入啊会议记录，刊登公报。接着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二案，有鉴于医师工时超长、过劳情形严重，影响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病关系和谐，更不断发生医师因过劳危及健康与生命，而因缺乏法律保障求偿无门之憾事。然劳动部以医疗工具具有特殊性质、劳动基准法弹性不足等理由，不赞成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适用范围，卫福部未能积极提出解决方案，严重损及健康人权及医师劳动权，原提案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适用范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93人，赞成36人，反对5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政内讨论事项提议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输台案司法互助协议已是在事件之后的处理手段，恐有缓不济急之疑，应将对国人之食品安全保障防线拉到更前方，由台制官方及民间团体共同组成采样抽样小组，联合针对日本福岛等5县。食品及相关生产环境，包括水产品及海水进行采样，以作为风险评估之依据。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5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的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临近5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90人，赞成35人，反对54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讨论事项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二会期第15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第四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有鉴于国会改革已为本届新国会之朝野共识，其中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为其中重要之硬体搭配，横出欧美的民主国家之国会之委员会会议室配置均以马蹄形官员席面对委员席设计之，兼顾国会议员与行政部门官员各就立法与行政平等发言及论辩之，同时规划议事采访及摄影区域、旁听席等区域，莫不希望借由公开透明提高公民参与。愿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9届第三会期前先择一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时代力量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我们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针对本案出席85人，赞成14人，反对59人，弃权12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接着，我们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之提议。国民党党团之提议共有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一案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台日经贸会谈，民进党政府似已准备开放日本福岛核灾地区4县茨城、立木、群马、千叶农产品及食品进口，引起国人高度焦虑恐惧。据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表示，日本政府对食品产制来源标示并无统一标准，且拒绝承诺提供我国产地来源安全证明，亦不肯与我国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再再证明蔡英文政府已无法为核灾食品的安全做出有效把关，无法让民众能吃得安心。众所周知，辐射食品会在人体内累积长达有数十年之久，此次福岛灾变释出的铯137与铯90，目前国内检测能力不足，何况海关边境管理根本无法做到逐批查验大量的日本进口食品。由于我国每年进口日本食品占进口食品数量的1/4，以此换算，日本食品在台市占率高达近20%。一旦贸然开放，国人每天都有可能误食受核灾污染食品，长期下来，国人健康将遭受严重侵害，甚至疑惑下一代。当前台日之间又未签署司法互助协议，若发生食安问题，民众根本求偿无门。民进党长年以来奉行非核家园政策，520上台后却改口日本核灾地区食品只要检测核予标准就可安心食用，完全违背长期以来辐射零检出非核家园之主张，又企图将市场开放核灾区食品公听会匆促于3天内开完，罔顾程序正义，甚至不惜以黑箱作业蒙骗国人，合理怀疑政府将以出卖国人健康换取日本外交利益。民调已指出高达74%的国人根本不赞成政府开放日本核灾地区食品进口，请民进党政府为了国人，更为了下一代孩子的健康着想，原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第16条之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4县市、茨城、立木、群马、千叶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第一案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90人，赞成35人，反对5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张廖委员万坚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竟以突袭方式火速在三天内开完十场公听会，全国华人全民愤慨。十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输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其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例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六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输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之残留往往长达数十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之民进党政府为擅尽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于不顾，基于蓄意杀人无疑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行政院长林权经105年6月，针对日本核灾辐射食品，特别向大众强调，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松绑日本辐射食品的规划，也没有时间表。言犹在耳，150天后却见林权变脸说，福岛周边这些区域，我们看别的国家怎么做，再看哪些有风险。婴儿产品、野生动物，我们认为有风险就不能让它进口，别的国家都已经在做了。针对不是核灾食品，我们却认定核灾食品，我们要清楚论述。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林权院长应向全民论述清楚。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行政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二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在处理之前，黄委员委责黄委员国书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委员廷辉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那么针对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的部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秀芳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针对本案出席93人，赞成35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讨论事项。国民党党团提议第三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卫福部拟开放日本核灾食品书台，竟以突袭方式火速在三天内开完十场公听会，全国哗然，全民愤慨。十场公听会名称：日本食品书台公听会，竟刻意隐匿系开放核灾辐射食品，蒙骗社会大众。行政院于十一月十日晚宣布召开公听会，却立即于十二日至十四日连续三天于北中南东赶办十场公听会，公告仅一天，通知和公告时间皆不足。十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的证言，亦无讨论，且台南场仅一个人签名，屏东场300人乃民进党自己动员，而台北场的64位民众仅4人举手赞成开放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书台。纵观十场公听会，既无专家学者，也无相关团体代表出席，更遑论沟通了，且现场一片混乱，更有疑似黑衣人出现，民众遭暴力攻击状况，公听会罔顾程序正义，显见卫福部此十场赶办的公听会已属无效会议，根本沦为执政党的私听会。根据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检验数据显示，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的不合格比例是日本农林水产省数据的6倍，福岛食品在日本国内滞销已是不争事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日本福岛核灾辐射食品书台的细节完全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辐射之残留往往长达数十年，对国民食安与健康影响极为重大。执政至民进党政府为渗进辐射食品把关之责任，置国人食安与不顾，基于蓄意杀人无益了。基此，国民党团绝不容许蔡英文政府与日本密室交易，以牺牲国人健康交换国际外交利益。号称最会沟通的民进党政府，应依据在野时监督食安的严格标准，以确保国人食的安全。有鉴于核灾辐射食品对人体健康之危害甚巨，国人有高度疑虑，经民进党政府近于三天内举办十场公听会，只想交差敷衍了事，完全违反程序正义。公听会程序显然未完成，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卫福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十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三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针对本案出席94人，赞成31人，反对6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国民党团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书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据，目前民众对日本书台食品仍存有辐射高度疑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于105年5月30日朝野更一致通过决议，要求在日本书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之状况下，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出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言犹在耳，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日前竟表示，盼能针对特定高风险产品加强管制，而非对区域全数管制。农委会显然弃国人健康于不顾，甚至将开放辐射食品作为对日贸易谈判的筹码。蔡政府的对日软弱作为，着实让国人深感痛心。由于台日之间并无司法互助机制，如之前发生的种种未标事件，日本皆不愿配合，显见对日本福岛五县市食品进口问题的管制措施根本无法真正落实。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严禁书台请公决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四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89人，赞成31人，反对57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五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十五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12条之1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6条第12条之1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郑丽君等29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五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赖委员瑞龙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针对本案出席89人，赞成31人，反对5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继续处理国民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提议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15次会议议程草案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21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吴志扬等17人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委员陈绍明等16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委员李彦秀等18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及亲民党党团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案增列为讨论事项第6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88人，赞成31人，反对5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接着我们处理民进党党团正内讨论事项之提议。民进党党团之提议共有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2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议列下表8案，详书面资料，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之提议。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进行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针对本案出席89人，赞成58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照民进党党团之提议通过。报告院会，继续处理议程草案之同意权行使事项，因12月13日星期二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已通过，超越党团协商结论，定于本第15次会议12月20日星期二进行公平交易委员会人事同意权行使事项。本次议事日程草案就依上述协商结论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均已处理通过，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确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院会，立法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9日上午9时1分至9时18分，10时1分至11时58分，下午20时31分至5时42分，12月13日上午9时12分至11时，下午5时至56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空委员、文籍等111人，请教委员、习委员苏发等两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6案、第10案至第59案、第61案至第140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7案至第9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60案决定同意撤回。第141案至161案、第163案、第164案为教育文化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62案决定展延审查期限。第165案至17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2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31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3案至第7案、第9案至第11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二案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8案决议不予增订。第12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第13案、第16案、第21案、第25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14案、第15案、第17案至第20案、第22案至第24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一、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15案，讨论事项分一：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及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其余均按议程议事处编撰草案处理。二、委员郑天才等拟具《衍生动物保育法》第21条之一及第51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自经济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与相关委员会并案协商。三、105年12月13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事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案。本院委员吴玉琴等17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第38条及第5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19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第3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
会议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邱世伟等十八人拟具《民用航空法》第二条及第1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邱世伟等十八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陈欧博等22人拟具《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18人拟具《特种勤务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庄嘉宾等18人拟具《强迫入学条例》第12条及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6人拟具《动物保护法》增订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曾明聪等16人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增订第16条之二、第37条之二及第38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二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17人拟具《电业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30人拟具《行政诉讼法》增订第304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吴坤玉等32人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徐玉仁等20人拟具《公司法》增订部分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法律扶助法》增订第34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17人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30条及第4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17人拟具《心理师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0案，本院委员林维洲等16人拟具《饲料管理法》第8条之二及第3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1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2案，本院委员国拉斯尤达卡等17人拟具《原住民族语文发展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3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7人拟具《公共场所牟捉捕育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4案，本院委员王玉敏等16人拟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蓝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5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21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6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蓝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会议通过。第26案，本院委员李俊义等20人拟具《地方制度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蓝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27案，本院委员李俊义等23人拟具《内政部组织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蓝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8案，本院委员李俊义等22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蓝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29案，本院委员李俊义等27人拟具《公务及政务人员退职退休给予并自档案人员年资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0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53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29条及第3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1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51人拟具《海洋及渔业部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蓝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2案，行政院函请审议《自愿士兵服役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安全局组织法》第2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蓝委员会审查。第33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好，那民进党党团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是要进行处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表决。那民进党党团要不要再要进行表决，还是要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啊，好，那我们就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34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灾区受灾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保险费及就医费用补助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一案。第3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药事法》第102条所称无药事人员职业之偏远地区与非属上述偏远地区列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第36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 F01、F02货品分类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9条附表7，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8案，卫生福利部函送《验光人员法施行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3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医师人员职业登记及继续教育办法》第1条、第2条及第13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3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0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灾区低收入户创业贷款利息补贴作业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1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危险性机械及设备检查费收费标准》，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
无异通过。第42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劳工保险条例施行细则第43条及第82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福里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3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4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资格之及审查标准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福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5案劳动部函文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第二条及第15条之9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6案内政部函送金融机构承受灾区受灾户自用住宅购物贷款利息补贴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7案内政部函文修正大陆地区人民及香港澳门居民强制出境处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又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8案内政部函送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105年7至9月陈建伟之节目会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异通过。第49案内政部函文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部分条文及相关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0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卫星广播电视购物频道插播式字幕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1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海关管理货柜及散券办法部分条文，海关管理进出口货证办法第15条第26条条文及货证货柜及散券保税仓库物流中心及海关指定业者实施自主管理办法第5条第6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2案财政部函文修正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施行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3案财政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三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4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海关缉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第5条之一及第6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5案财政部函文修正海关管理传染业办法第6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6案客家委员会函文修正客家委员会编制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57案交通部函文修正旅馆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交通部函为公告采用2004年船舶压舱水及纯净物管理国际公约订次106年9月8日施行，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十九案，交通部函为修正电信网络编码计划，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函为修正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一案，行政院函为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之《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名称，并修正为《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二案，行政院函为教育部体育署为颁发2016年第31届里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绩优运动选手及有功教练奖励金不敷，动支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4838万9000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三案，行政院函为军人保险之保险费率定自106年1月1日起调整为9.94%。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四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学校教职员抚恤条例施行细则》第3条之一及第32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五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及其分校分部设立变更停办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六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学校学生奖惩委员会组织及运作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七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高级中等学校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组织及运作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十八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参加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竞赛及国际科学展览纯绩优良学生升学优待办法第二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六十九案，教育部函为修正《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组织及评议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案，教育部函为修正《退伍军人包括高级中等以上学校优待办法》第三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公开收购公开发行公司有价证券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公开收购说明书应行记载事项准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二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空气中三甲基胺之检验方法》《气象层级火焰离子化侦测法》NIEA 707.13C， 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福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空气中三甲基胺之检验方法》《气象层级火焰离子化侦测法》NIEA 707.12C， 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福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异通过。第七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银镉铬铜铁锰镍铅锌极锌检测方法》《火焰式原子吸收光谱法》NIEAW 306.55A， 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福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五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水中银格铬铜铁锰镍铅结锌极锌检测方法回验式原子吸收光谱法 NIEAW30.6.54A 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授府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降低车用液化使用器售价补助办法第三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授府理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七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专业奖章颁给办法，名称修正为原住民族委员会专业奖章颁给办法，并修正第一条及第五条附表二附表三，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八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所属各机关构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名称修正为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所属各机关构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施行细则，并修正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十九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甘惠吉所属与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5年度第三季广告费执行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甘惠吉所属105年度第三季补助地方政府经费及奖捐助团体个人经费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一案，经济部函送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5年11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睦邻支出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二案，经济部函送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14 南投县五界折作构造与曲流峡谷，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15花莲县秀姑兰溪八里湾层层基岩及曲流，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16台东县小野柳浊流岩及地址以及地址敏感区 H0017台东县立即混同层及其蛇绿岩系外来岩块，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三案，经济部函为修正经济部推动学术机构进行产业创新及研究发展补助办法第十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四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甘惠吉海基会104年第四季办理政策沟通说明相关广告会程更正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五案，李侨务委员会函送105年第三季公款补助团体私人情形季报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六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存算决议简送有关历史街区与传统聚落保存法制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七案，文化部函送国立台湾博物馆之组织人力分歧改革计划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八案，文化部函为嘉义文创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场地使用收费标准名称修正为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专一之二户外空间场地使用收费标准，并修正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八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办理政策性农业专案贷款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条文及相关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九十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用药品使用准则第四条附件二，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委员会有意
无异通过。第9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农田水利会组织规全体23条第34条及第37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刑法至经济两委员会。本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公告，瑞典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肺疫区删除，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3案，法务部函文修正《外役兼受刑人遴选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六条条文及第六条附件三，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4案，国防部函文修正《军事学校及军事训练机构学员生休业规则》第25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5案，考试院函文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心理师考试规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6案，考试院函文修正《考试院研究发展委员会组织规程》第三条及第七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97案，考试院行政院司法院函文修正《公务人员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办法》第27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8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为该会105年度一般行政预算继续冻结300万元，简送预算解冻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第9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刚才通过的报告事项。国民党党团政内部分，请宣读第一案。本院委员李立传等25人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二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8人拟具《原住民族工作权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7人拟具《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设置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蓝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6人拟具《原住民保留地进发补偿及造林回馈条例》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经济蓝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8人拟具《政治现金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18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陈超明等16人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际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院内有异，无异通过。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处理民进党党团政内部分，请宣读第一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做以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罗志镇等23人拟具《侨务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蓝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做以下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下一案。第三案，本院委员苏正清等21人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3条、第4条及第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
重新提出。第四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九人依据《惩治走私条例》第二条、第二条之一及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二十三人拟具《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二十三人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坚等十七人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第六条、第十三条及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报告院会，有关增列报告事项相关议案，记载于议事入顺序，授权议事处调整。第九十九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一百零六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九十九案至一百零二案为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业经处理完竣，相关预算均准予动之。第一百零三案至一百一十二案为本院司法及法制、内政、教育及文化、经济、财政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六十一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一百一十三案至一百二十二案，一百二十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王委员谕命，高露以用委员、江委员启程、卢委员秀燕、时代力量党团蒋委员乃馨、李委员燕秀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淑华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四十六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徐委员淑华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二十六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我们上午的议程处理到此为止，下午二时三十分继续开会，我们现在休息。